渐下喜春小客栈，就提好包书红蛋，正好消息放中担，但愿过去。消息好到什么程度？淹水路一日之内拢无发现渔船有救到落水的人。哦。而且附近的渔船也打落两三天毫无动静，我看啊，火警真正死甲连尸体都找无。哼，代志成功了。朱家龙，你果然是独山路的好军，你心骨实在太勇敢。哇！有了代志。这里是。你这个小人，用这款卑鄙的手段来害死过去，你实在太可恶！我严查，各位君主，我有我的立场啊！害死过去是我必须要做的任务。不忠不义的奸徒，我今仔日非杀你不可！滚蛋！滚！是不是过去害我？对，替父报仇，这是天经地义。桂如，我今将来都将你当作是个名车，连对我无情，我不然对无义。桂如，你比别人太弱，你有生命受挂碍，我对你一定是有情有义啊。桂如，如果你实在是要我死，我担心死在你的手，水死无痕。你尽管动手，我绝不抵抗。桂如，思的心迷迷魂的红腮，讲什么报仇是应该哦，我待你真情深似海，伊对你无情。我是不是嘞？我不是不忍心杀你。上摆你受伤，搁救我，欠你一摆人情。朱家母，我今仔日放你煞。
咱若是搁见面，我就是要出你老头日子。月琴已经死了，我听到后一摆见面的时阵，就是我甲你洞房花烛的日子呀。小姐，你若不爱睏啦，我睏袂起，我惊你。你惊我？哎呦，小姐，大人已经相处两三天啊，我是正人君子，你是惊我要创啥啦？啊，你拄则明明讲。我讲我无法度让恁来啊啦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，小姐，你听我讲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开门啦！是的。小姐，老早，贵公主，老早。老早。冬梅，我跟你讲。这无问题啦，贵公主，那阮夫家吼本来就是咧晋江的富户啊，而且哦，阮夫人伊可是出身伫咧京城西林乡府啊。不管你要食偌济，只要你甲我讲，我就捧偌济来啊。我只要吩咐厨房吼加煮淡薄就是啊嘛。哎呦，多谢大梅姐啊！日后啊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啊。嗯，你要报答我？哼，我真唔敢想咧。只要啊，日后高爷。小姐啊，你莫将我放袂记的吼，安尼就用的啦。冬梅，你是咧后壁讲啥物？人我哪后壁讲啦？你家己来想看卖啊！你甲贵公主哦，已经伫房间困两暗啊呢，啊你后摆无记伊，敢袂用的哦？你。在房间困两暗啊呢，啊你后摆无记伊，敢袂用的哦？你，大梅姐啊，啊，即马咱这个船是已经行到倒位啊？吼，我听家丁咧讲吼，已经过山东的地界啊啦。哦。啊，杨贤弟甲助理，即马一定是真担心我。大梅，嗯。你爱到啥物时阵才有办法将贵公主送离开这个所在？嗯，迄当然嘛是爱等船靠岸，啊若无吼，就算讲我有通天的本领，我嘛无法度将贵公主送离开家嘛。啊，爱等到啥物时阵、啥物所在，船才有法度靠岸？哎呦，这我哪会知影啦？
啊，若要知吼，都要问老爷啦。实在是足奇怪的。什么代志哦？忽然感觉这么奇怪。我听灶脚的查某囡仔讲，最近咱药种真好食，食真多。慧公主啊，你做你尽量吃吼，啊，若吃无够，你去甲我讲，我吩咐厨房吼，搁摕来。走一下，老妹子。对啊。太好毒，太好毒！敢讲咱查某囝最近一天食一斗米是，这是天大的笑话。所以我才感觉奇怪啊。这其中必有缘故，即马拄啊重到时，咱来用我房间甲看卖。飞过我的心内，有一点啊悲哀，是不是对我的爱已经失去心内？哪怪心内